来的辛苦，在这里呢，有请我们的慈善会长官来请大家吃饭。刚才就已经说过，总经理、肖总，大家好，是没办法来请参加，但是在提前来吃饭。那我先第一件事情啊，我想邀请经理级哦，麻烦站起来，所有的经理站起来。好，麻烦站起来。经理哦，跟我们一样。那我现在要跟大家报告一下，对，经理。经理麻烦站起来，经理。那个，我们跟大家报告，我们2016年，我们的营业额差不多100%，我们的营业利润就是 OK， 超过100%。我们的那个 productivity 也就是成本控制超过100%，还有我们的营运资金。周转率也超过100%。这年我们3S1可以有所有的员工都有能够有能力能够达成目标。谢谢大家。我们是不是为自己掌声鼓励一下？谢谢。那在场还有很多经理啊，在那个经理哦，经理今天晚上都要打赛。经理都付出了很多那个辛劳。好，那我最后我要感谢哦，第一个，政府的长官，第二个，供应商的伙伴，谢谢供应商的伙伴，支持我们，然后最重要的，还有各位来宾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全体员工，我们全体员工有很多部门，有黄厂长的生产部门。底下的很多动作很迅速的作业人员，赖经理底下有很多技术非常高超的技术人员，那个我们的 Brandy IT 他的团队把我们的那个系统维护得很好，我们的 Kate 业务经理在前线帮我们冲业务，让我们有订单。我们的那个 R&D 徐经理在产品设计上一直突飞，一直改进，创造新的产品，让我们有新的希望。我们管理部经理啊，蔡经理，把公司的制度、后勤制度维护得很好，让我们能够安心工作。我们那个采购经理 Kevin， 他能够有效的控制成本的采购，让我们的成本能够有效的控制。感谢这些经理，更重要是这些经理的所有团队，谢谢大家。我在这边代总经理还有所有经理向全体员工感谢，并且祝大家身体健康，阖家平安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我们这。